今天呢，当然还是按照惯例，我们要个街头快闪来成都嘛，对不对？搜罗年轻人，就去一个滑板公园，东郊记忆园区，他们也出动，对不对？居然还有比赛，因为这个我不擅长啊，还是要菲菲姐来挑大梁。哇，这个地方很潮哦，主要是我感觉他们都玩自己玩得很开心啊，不是想理我们。哇，这下子这个快闪有点难了，太难了。我们得想个办法破冰。哇，轻而易举。哇，家里能穿是你吗？我对。你有没有去过音乐节啊？去过。那你刚才跟我说不要去。没去过一次。小朋友，我可以采访一下你吗？不可以。啊，我被拒绝了。来了，成都。来啊，成都！我们今天要干嘛？今天呢，当然还是按照惯例，我们要个街头快闪来成都嘛，对不对？哇，这真的是要我们来体验吗？不太可能吧？哎 ，What's up？ 哎 ，Yo，OK，Yeah。Okay, yeah.哎，阿嘎姐，小朋友们，你们有没有去过音乐节啊？去过。那你刚才跟我说不要去。没去过一次，不想去。我们有一个 City Walk 啊，然后有希望跟我们一起溜达溜达的朋友们，可以跟我们一起走一走。那唐老师怎么减肥成功的？啊？怎么减肥成功的？参加音乐节。成都，准备好感受电音的魅力了吗 ？1 2，全部跳起来 ！Get high, get high, let's get high tonight.Hands up, everybody! So, everyone, we're going to 来啊，成都。